们现在来到的是宜兰的这边，这里叫做东山的人山植物园。我觉得这里蛮漂亮的，这里沿路上啊，就是有蛮多的植物，而且沿路上的话，樱花也开始开了。而且再加上这里有樟树，所以沿路上的话会闻到很多樟树的香味，我觉得蛮香的。更重要的是这边有猕猴出现，所以啊有猕猴出现，大家食物要包好，因为猕猴会过来抢食物，我觉得还蛮可怕的。对，因为一群，因为猴子都是一整群的动物嘛，所以他们整群冲过来的时候，然后在这边啊，这里是不用门票，然后沿路一直走上来，有一段路大概二三十分钟吧，走上来上面的话会有一个很漂亮的景色，所以中途千万不要放弃，因为会有一度会觉得想放弃，因为步道的话真的是有点长的。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景色，来，需要我介绍一下啊，这里有什么特色？我先介绍后面这一栋是伊丽莎庭园，它是英式风格，这里拍照也很漂亮，很多人会在那边拍婚纱哦。对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小池塘，对，然后这个庭园啊，平常里面的话就是是有咖啡厅的，也可以让大家喝喝下午茶的地方。然后现在看我们的正前方，正前方这边下面这里是法兰西庭园，这块、哦、这一整块都是，这是法式的建筑，对，法式的风格，所以很多人拍婚纱不是英式就是法式，也可以来这边拍婚纱的话，拍起来是别有一番风味。而且重点是你们看周围环境，你们现在看不到，其实周围有很多那个樱花已经开始开了，然后再往前方看的话，往山下看，其实那边是宜兰市区跟东山市区，虽然今天天气蛮冷，昨天大概27、28，今天大概可能15、16度，可是想往山下看的话，其实那个景色是非常的清楚的，所以在这里不止空气好，然后风景好，而且还会有猕猴来抢食物。对，然后在这里也是有厕所，什么都很方便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竟然可以免门票，我真的觉得宜兰很赞，很棒。我觉得对，然后这里啊还有别的风格，如果我们等一下寻找到别的风格的时候，我们会再介绍给大家喽。好，那先这样了，拜拜。